就讲迄方面，正讲要伫咧金门、厦门的海域执行这常态化的巡查，想袂到呢，伫今仔日有十只的这个执法船出现。咱金门那些公路粗一号的旅游船，也互只的这个中国海警硬扛起咧船顶检查半点钟。还有人这个借护就对了，对，这感觉怎么样？很恐怖，很恐怖，很紧张。有没有觉得特别被关注了？看头条，很怕回不了台湾。啊，你们知道说现在两岸的关系那个气氛比较紧张就对了。大陆那边的，中国海警，而且还上船，大陆那边有上船就对了，三个，五个，金门海巡队接到通报，随派两只船去护航，初一号，互人临检大概是半点钟才结束。在下晡五点登到金门，旅客落船了后，也讲游船是真惊。海巡署表示，讲会继续和国防部共同掌握海域附近的动态。